小鬼子上来，我看着呢，跟弟兄们说沉住气，弹药不多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可抢。是，给我吧，刘弟。 怪哥，给俺你弄掉掉。少佐，少佐，中国人的计划很不赖的，都是这么一类事。哦，难道？中国人的火药库？知道呗，西南集团混得真是厉害，自个干出来啥来着？金木君，刚才我没下命令，你为什么要开枪？银座，一瞧见小鬼子。 我控制不住自个儿，我要给英子报仇。吃了错，你出发我吧。亏你是个军人，你刚才那一枪让大伙都被动静知道了你，啊？真是个好小伙子，我还以为你那一枪是给小鬼子通风报信儿。给我站住！快！东北已经快攻不住了，再加把劲，我们就胜利了。 我々の信頼ビザが多すぎます。我々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。もし攻め続けたら被害がもっと多くなる。バカだれ。我々に今他に槍があるというのか。畜生、一体どうしたらいいというのだ。